角呢是一个充满自然奇景的地方，海岸线上的明星景点总是吸引着大批游客。在基隆东北角有一个小渔村八斗子，因为海科馆的启用跟深澳线的复驶，让这个宁静淳朴的小渔村又再度热络起来，成为皇冠海岸上又一颗耀眼的珍珠。想来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，铁道之旅是个好选择。从瑞芳车站转乘深澳线，只要十几分钟就到达被誉为北台湾最美车站的八斗子站了。这里呢是八斗子车站，它是全台湾啊离海最近的一个车站哦。也因为呢这个车站没有任何的建物遮挡，所以是360度的美景，一边是无敌海景。另外一边呢是山的美景，还有一些铁道风情，难怪一起用就成为拍照热门景点。深澳线曾被誉为台湾最美海岸支线，最早在日治时期是用来运输金瓜石矿产，后来随着产业没落，二度遭到停驶的命运，直到2014年才恢复客运。2016年八斗子站启用后，绝美的风景让沉睡已久的铁道支线再次复苏。八斗子车站呢是深澳线的最后一站，但是呢铁道是一直延伸到新北市的深澳站。在今年呢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，从八斗子到深澳站会打造成全台唯一的自行车铁道，你看，拜拜。今年2月才正式营运的铁道自行车，结合铁道、山海美景、矿坑等元素，试营运期间可是一票难求，在八斗子站或深澳站皆可搭乘，全长1.3公里，单趟车程大约20分钟，是可以轻松驾驭的行程。持1000步以来啊，依琳也体验了不少骑自行车，但是这一次你们看是不是不太一样呢？这个呢是铁道自行车，你可以这样放着双手，然后闭上眼睛，你不用看路，你只要双脚这样一直踩就可以了。这个呢还有一个这个遮风遮阳遮雨棚，是不是超舒适的？然后呢就这样子享受着海风，或者是睁开眼睛享受着无敌海景。好了，我要全速前进了，拜拜。全速前进，从彩绘屋舍中蜿蜒前进，一群缤纷河豚在铁道上游过，有种超现实的梦幻感。随着铁道延伸，风景变成一边是翠绿山峦，一边是碧海蓝天，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清晰可闻，如此美景就算是上坡踩得气喘吁吁也值得了。骑在这边啊真的是蛮舒服的。然后呢我刚刚有发现每一个位置旁边都有附设这个复古的把布，不是要卖冰用的，而是呢这台脚踏车它完完全全是扎扎实实的脚踏车，它不是自动也不是半自动，你必须要这样子一步一脚印实在的去踩它才会动，不然后面就会塞车哦。所以你旁边的 partner如果睡着，你一定要这样子去踩咯，脚用力踩，赶快赶快，这样子知道了吧？然后我今天旁边是不是没有 partner？ 因为我今天载的是我们的摄影师，所以我这次踩得特别的累，摄影师也是要减肥一下，好重啊！1、2、1、2，前面。终于骑到隧道了，这是我最期待的一个部分，因为网络上的照片超级漂亮，里面呢有很多 LED 灯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哇，加速，我们要进入隧道了，好美哦！哇，
进入隧道后，好像进入另一个时空。由 LED 灯打造的光雕秀，一开始是点点星光在头上闪耀，接着进入海底世界，像在大海里悠游。你们看，还有鲸鱼耶，看到了吗？这里是整段行程让人最惊喜的地方。哇哦 ！It's so beautiful！ 我觉得这个构思真的是超级棒的。我们就骑在铁轨上面，然后这个是以前的山洞哦。山洞里面我们看到什么？海底世界！我骑到这边我真的好感动哦，完全值得。太漂亮了！像我们看到这一栋啊，它就是建基燃煤的旧址。那在旁边呢，就是深澳火力发电厂了。在建基燃煤关闭之后呢，深澳火力发电厂的煤矿就是由这条铁道来运送。在火力发电厂关闭之后呢，这条铁道也就没落了。现在呢，才让它重新又活过来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常常来骑卡达恰哦。建基煤矿曾经是全台第一大的海底煤矿坑，在当时吸引各地矿工及眷属入住。繁华热闹的矿工聚落，辉煌的黑金岁月，现在只剩遗址见证已被淡忘的历史。我觉得很轻松的旅行，它不是完全都是上坡，骑起来对老人家也很方便，好像星光大道。很棒，好开心，好漂亮，尤其在那个什么时光隧道的地方，真的很漂亮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来一次。谢谢、yeah! 欢迎大家来玩。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占地约50公顷，除了三栋主要展馆，户外园区也相当广阔。著名景点如忘忧谷、101高地、朝觐公园也是属于博物馆的范围哦。八斗子呢，原本是一座海上的孤岛，因为当时候啊要成立北部火力发电厂，因此填海造陆，才与整个基隆相互连接。电厂的成立对于整个八斗子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。而后面这一栋主题馆就是旧电厂改建而成的哦。配合基隆雨都的低调建筑色彩，外形像艘大船的主题馆安静地停泊在八斗子渔港旁，船首玻璃帷幕映照着圆形镜面泡泡，带来大海的气息。入口大厅两根混凝土柱是旧式发电厂的基座，水与火、新与旧在此完美结合。除了保留旧建筑作为设计元素，也融入在地特色和海洋意象，因此获得国际建筑大奖肯定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上面都是水晶吗 ？Hello， 依琳你好。嗨，依琳你好。你好，一下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嗯、那您刚刚有看到上面有非常美丽的水晶珠串，对，它是用30000颗水晶珠串所串成的公共艺术，叫做城中城哦。因为它是希望能够外面有新建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，里面也包含了以前北部火力发电厂旧建筑物在里头的这个意象，想要传达给大家。而且啊，您有没有发现它是用水晶来做的？有啊，那水晶呢，它是圆状雪球形状的，它所要代表的呢就是海洋里头的泡泡，也希望能够多增添一些海洋的元素在海科馆当中哦。墙面上的钢构梁柱用镭射切割出大小不同的圆，阳光照射进来形成圆形光束，搭配地板上鱼儿和圆点点，内部的墙面也装饰许多象征海水泡泡的圆形镜面，让游客感觉像身在海洋之中。我们现在呢要前往的是儿童厅。是的，它可是全台第一个以海洋为主的儿童乐园哦。
好，欢迎来到儿童厅。那我们第一个体验呢，叫做敢不敢摸摸看？来，一零，您可以将手放到里面去触摸一下，这个是谁？恐怖箱吗？是的。好，我是海里的喷射机，我喷的是黑色像烟一样的墨汁。我基本上可以讲出它是什么，但是你知道我的手放在这里，我不敢摸它。啊，这里面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是假的，没有问题的哦。看一下。哦哦，乌贼，乌贼，好棒哦！接下来邀请依琳来挑战第二关，叫做海中赛跑喽。好说歹说，姐曾经也是田径队的。好，现在我知道起跑点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到这里，我要选我的对手，选谁好呢？好，选一个感觉最厉害的这个好不好？漏吉精。喂，倒数，你们要当裁判哦。我有赢吗？耶耶，是不是赢了？我是跑得比陆吉金还快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跳跳看，选选看啊！我们这一摊八斗子鱼摊哦，今天刚刚从八斗子海港进来的，所有都是最新鲜的。来看看这个是什么？不认识没关系，后面有介绍。这一只叫做小卷，一只15块。还有这个是什么？套丢。几家霸楼啦，还有哇，我们的鱼群超新鲜，有没有？来来来，跳跳看，选选看，不用客气。这一摊呢，荣获我今天的第一名，太可爱也太用心了。你们看，专门为小朋友做了这个围兜，还有这个袖套，好符合整个菜市场卖鱼的感觉哦。然后我觉得最贴心的是，来这个空间。小朋友啊，可以在这边卖鱼，然后阿公阿妈有没有？爸爸妈妈就坐在这里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就用这个空间坐在这里。你不觉得这画面很温馨吗？我觉得这是很好玩，赞赞，有推。一进入科学厅，7块与天花板齐高的大型 LED 显示板正在播放海洋的各种生态，声光效果十足。但这里更有趣的是许多互动装置，可以体验海中压力，还有漩涡和气泡产生器，或搭乘模拟调查船进行海底探勘。透过各种互动设施，让小朋友们在游玩中不知不觉亲近海洋，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。我们现在啊，就很像是在外太空，然后看地球的感觉。是的，超酷的。这个是 SOS 剧场，目前全台只有3个地方有哦。它的正式名称呢叫做地球展示系统，是由美国海洋暨大气总署 NOAA 所研发设计的哦。真的很厉害。好，再来再来，加油！公的，来来，这配种还真不简单啊。是。我现在呢就是在抓无锅鱼到我的网子里面来配种。嗯，对不对？所以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无锅鱼的品种其实它还蛮多的？对。嗯，那台湾呢，其实水产养殖业至今仅有300多年的历史，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养殖王国。有没有台湾之光？但是我还没有抓到，还没配种成功啊！哎，这边已经有一只母的了，所以您可以再还可以再抓一只公的过来。没想到配种一点也不简单。但是台湾的水产养殖技术可是世界一流，养殖生物超过150种，从常见的乌鱼、龙胆石斑、牡蛎到观赏用的小丑鱼等等，是相当傲人的成就。在这里可以了解各种鱼儿的习性和针对鱼儿习性进行捕鱼的方式。但是我们的吉祥物乌鱼家族怎么手举抗议的牌子呢？为什么这两条鱼在抗议？因为他们抗议了海洋环境恶化啦，比方说我们会把一些垃圾丢弃到海里头等等的，使得他们的生长的环境改变了，有了一些污染啊，所以这他们要抗议这些海洋环境恶化哦。哇，从这样子整天体验下来啊，从配种、捕捞，然后到现在要看到海洋环境污染的问题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好好的爱护海洋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哎。是的，接下来就带您来许下一个让海洋更美丽的宣誓，好吗？好。
台湾四面环海，从以海为生的人们到海洋的信仰文化，人们的生活与海洋有着高度连结。然而人类的活动与过度开发也带给海洋许多的伤害。好，成功了。逛完了整个主题馆啊，除了更了解海洋之外呢，更懂得要好好的珍惜它们。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加入保育海洋的行列的话，不如跟我们一起做出这样的承诺，好好的跨出行动的第一步吧。这里呢是海洋剧场，距离主题馆呢步行只要几分钟的时间。这里有全台湾最大的 IMAX 荧幕，宽29公尺，高21.9公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播放的电影是《大白鲨》，戴上你的眼镜，好好享受今天的 3D 体验。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，可以再到隔壁的区域探索馆走走，特殊的斜角建筑已成为八斗子的著名地标。海科馆呢，就盖在海港旁边哦，很有基隆的味道吧。但是逛完海科馆，其实呢，脚很酸，肚子也很饿。我知道在地人有推荐一家环境友善的餐厅，我已经订好位，等不及要飞奔过去喽。这间隐身在公寓楼下的餐厅，一不小心就会错过。竖起的黑板上手绘的欢迎图样，一份亲切直朴的温暖涌上心头，就知道找对地方了。真的超级近的，过一条马路就到了耶。Hello， 秀珍。嗨，嗨你。Hello。你在煮什么？好香哦。我刚好在烤那个青鱼啦。好好好。我真的发抖腰了，我可以去找个位置。可以可以，好，欢迎，请进。店内的布置简单而温馨，还有个明亮干净的开放式厨房，一切都像去到朋友家做客般轻松自然。展示架上的导览地图，贴心的为不同国家的旅客准备多种的语言版本，还有一系列手绘风瓶身的精酿啤酒，曾经荣获基隆的十大伴手礼。秀珍，爱你，谢谢你今天帮我们准备这些大餐哦。没有，但是在虽然很饿，但在开始之前呢，还是想要先了解一下。我知道你本来好像是念海洋大学，对，然后毕业之后呢，继续在这里创业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中间有离开，那也有找到别的地方去市区绕一绕啊，想要去找人多的地方。可是不管怎样，都会想要回来八斗子的这片海，这个小渔村就很奇怪，会想要回来放松。那后来就决定我们就回来创业开这个店，这样。这个是白腹青，顾名思义，它的肚子就是白白的，让大家知道说你吃到的是什么鱼，我们不要去头去尾。哇哦！我在夹它的过程，我已经闻到它油脂的香气了，我要吃了，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嗯，非常嫩，而且它调味根本就是很清爽的感觉，它只有烤过哎，对，加味噌去涂抹它，然后浸泡在里面，其实就增加它的层次感，好好吃哦。我要试试看这个米怎么样。它是小流米，它从哪里来的？从宜兰。小流米很特别，是它一样也是不施洒任何农药。那我们要留住鸟，就是在这一个在种植的过程中，我们不驱赶鸟，我们希望更多的鸟儿回来这里筑巢。其实这就是一个对环境一个善的循环。鸟儿吃剩的米，哎，对不对？可以这么说。好，对，可以这么说，还有这个最期待的飞鱼软香肠，飞鱼软香肠我们知道来到基隆一定要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我们这里因为是友善餐厅，所以它的飞鱼软取得也是很特别哦。它在大自然情况下会在海藻上面产卵，海藻产完卵就有油种，所以其实我们就算去抓一大堆飞鱼起来去剖它肚子，也不见得有卵，因为它已经产完卵了。好，那再来那个海藻没有根，它是漂浮的，所以渔民不太可能开着船去找海
海藻在哪里。那在这里就衍生出一点特殊的语法，是放草席，增加飞鱼经过的附卵度，产卵在上面，然后飞鱼就游走，那我们再把它收回来。看似平凡，实则不简单的料理，从食材到餐桌，不管是食物来源或料理方式，都深深浸透着老板坚持友善环境的理念。回报这种心意的最好方式，就是把它全部吃光光。这个锅叫做又想要你，因为我们会有半瓶的那个柚子啤酒，然后入锅，而且我们的高汤是用蔬菜熬的，前面的汤最清澈、最营养、最舒服。那待会我们再慢慢的顺序的吃。在等火锅滚呢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，那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，秀珍家的配餐也很厉害，像是这个。这个是他们自己酿的啤酒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是北火。我现在拿的这一罐它是没有酒精性的，对对对。但是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在基隆酿这些啤酒？做基隆的啤酒，其实我们想要有地酒配地食，我们已经有在地的食材了。那如果说有一个在地的啤酒配合饮食，比如说我们的潮境适合配海鲜，然后我们的基隆适合配比较香肠比较重口味的，像红酒配牛肉，我们提升在饮食文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享受。对，那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来到基隆一定要吃泡泡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泡泡冰把它变成这样子，对，杯装的耶，对，第一家，对不对？第一家是很在里面混合在一起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嗯。那随着我们在吃配餐的时间呢，我们的火锅已经滚了，已经可以吃了。对，好，满满的一锅鲜冻海鲜、透抽、黄金蟹、大头虾，还有毫不逊色的火锅料，温暖心头的不只是汤的热度，还有店家为理念和社区付出的热情。这一餐不只是了解每样食材背后的故事，也让人省思食材赖以生长的环境该怎样去珍惜和爱护。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故事，用他们的大自然和人文写自己的故事。搭火车由基隆东北角来趟最美海岸支线轻旅行，八斗子车站有着北多良称号，无敌海景让人忘却所有烦恼。沿着铁轨骑自行车吧，一路骑进梦幻的海底隧道，再到海科馆站，一下车大步逛博物馆，旧建筑改建的新使命，好玩又能了解海洋知识，是亲子旅行好去处。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用友善理念翻转渔村印象，这就是小渔村大体验，基隆八斗子的故事。